车啊什么的，把我们的行李呢从我们旧的酒店呢给它搬到我们新的酒店来了。因为我和Elsa 呢，我会就是带她多待几天，多待一个八天在深圳。就我家里面呢，就这八天因为就是不太方便住，所以我们就一定要住一下酒店，给大家 room tour 一下。首先进来就是洗手间，然后这个洗手台，然后我们这次住的呢是福田区，江江。我们有投影仪，晚上可以看电影啊，听听歌啊什么的。其实我订这一间主要呢，就是因为我看中它这边超大空间的，因为我们行李特别多，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应该非常的合适。然后外面就是深圳的夜景啦，那里有子弹头。那我们现在呢，要稍微准备一下，我终于要去找我的家人吃饭啦，就是我的爸爸，然后我奶奶也正好从四川，这几天就昨天刚到深圳，她原本的计划就是来深圳，就非常非常的刚好。然后我大姐也在，大姐的男朋友也在，然后我的姑姑姑父都在，所以今天就是非常的开心。我现在要准备去吃晚餐啦。我们来吃烤鸭，感觉我爸爸他们应该在里面了，我们进去看一下。天啊，爸爸！天啊！天啊！我们现在呢又来吃我半年前来吃过的串串，就现在深圳最火的串串叫瓜串串。真真，不要在这时候停。Hello， 大家好呀！我们现在呢在福田，就我们刚刚准备好，我们就在酒店附近呢有一个深圳新开的一个园区，叫做一个公园，然后它超级多那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我们今天就没有工作了，就来走一走，玩一玩。Hello， 我们叫了两杯咖啡跟一个 cookie， 本来以为这里有正餐吃的，但是没有，它就是一个咖啡厅，所以我们就点了一点点小东西喝，然后我们待会晚餐再去吃一个我非常喜欢吃的川菜。我们在这里就会先拍拍照啊什么的，好舒服哦，这里真的很 chill， 很就适合来放松的感觉。啊，这个人在拍照。Hello， 啊，你拍吧，你继续拍。这是我的，我点的是阿丁咖啡，然后它上面呢是巧克力和奶油。他说一开始就是不要搅拌，直接挖起来吃。
있을 때 시간이 너무 빨리 가 이젠 딴 여자 볼 때 알아 포커스 보이지 않아 오직 너뿐이야 okay. 내 시선은 절대 안 돌려 전부 순간부터 It was clear skies from day one Got me so high Boom turn spaceship 朋友们说我还有 Elsa 还有我姐姐这一趟在深圳的 trip 呢我们有一个秘密暗语就是666 666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到帅哥的时候我们就会666然后我们就会到处找就如果我说666他就会到处找那我们刚刚我拍照拍到一半然后我突然忘到店里面然后我就跟Elsa说我现在才发现有个666帅哦我跟你们说就是出来旅行呢就一定会有一个就是非常厉害拍照的人那Elsa当然也没有说不厉害拍照但就是说啊还在拍就我每次帮别人拍照拍完后我就会感叹自己的技术我真的很希望有另外一个 Coco 跟我一起出来旅行是吗 Elsa 请问碗还在拍是的还在拍他拍的照片超美你们看我的 feed post 就懂了你还不赶快学赶快到底你跟了我一年你可以再加油一点吗You got me我们刚刚拍完照然后我们现在 yes 我们现在到了万象城因为我和我姐姐约了吃晚餐万象城晚上是超级漂亮的我和你们说我们要去吃一个川菜很好吃很好吃的我心心念念的邱大叔他是香柠檬茶雨林茉莉奶茶Hello 我们现在吃完饭了姐姐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地方是我刚刚在小红书看到的我感觉还蛮有氛围感的它是一个可以看到夜景的一个清吧一个酒吧 Hello 我们到了这个好美哦就是露天的这种感觉超好喝它的名蛮复杂的蛮好喝的我觉得我的比较好喝然后我们还有果盘给你们看超大一碗而且这个人不吃水果只有我一个人要干掉这个拿来打光哎拍照我们在化妆出门了刚刚在房间拍抖音拍了好久哇塞今天的天气贼好我们两个今天都是穿的绿色 Hello 这里好美哦给大家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园区然后有星巴克啊有卖衣服的啊有咖啡厅啊有餐厅啊等等的我第一次来这里
超漂亮的，它的阳光今天，我们选对时间来了，前两天的太阳都没有那么大。我们来吃那个在大众点评上面前天就刷到，今天就误打误撞的来到了。点的这个墨鱼 pasta， 点了一杯橙汁。太好吃了。木薯，紫薯木薯。哇，它里面就是紫色的番薯，然后外面就是用蜂蜜给它包裹住的，绝！可以刷一个，甜的。没事，讲等一下，然后你没有吃。帅的回头，对，这么你回头是中央的，是中央。我们现在逛一逛，然后我们待会儿要去吃晚饭，就是进来这个商场，看到 Pop Mart 的好大一间，进去看一看。虽然说不玩盲盒，但是可以去看一看。来这个 Pop Mart， 有吗？有看到喜欢的吗？这个系列我都有 ，Pop Mart 给我寄过。超好看，我觉得这个是 Pop Mart 最好看的系列。Focus OK 呀。现在来到万里，就是像 Guardian， 我买面膜，没带面膜了。对对对，这女人疯了，我把她带来，我把她带来名创优品，就是 Miniso， 然后你看她疯狂，因为这里什么都有，有橘朵啊 ，Into You 啊，然后很多很多啦，疯了，女人就是这样，啊，好美哦，你们看。Into You， 刚好我的一个色号用完了，我拿了一个 Into You 补货一下，然后一个橘朵的修容盘，没有试过，可是老是刷到。口袋香水，你呢？请问，哇，多，拿了一个眼影盘，然后一个眼线笔，然后睫毛膏，然后还有一个定妆。我逛一下零食区，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在名创优品买零食，很多很多好好吃的，买一些在酒店可以吃。这就是我的童年啊呀，多好吃的。哦，我是200多，我的就是。开心就好。我们要累死了，我们现在蹲在这个商场外面在等车，真的逛得好累。其实我们也没有买很多东西，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因为我昨天其实今天只睡了5个小时，然后呢我就一大早8点钟爬起来去健身了嘛，所以我就很累今天。
我们现在要点外卖，然后就在酒店吃就好了。本来是要去找我姑姑他们的，可是就我感觉我没有力气了，明天再去找我姑姑。那你会听四川话吗？不会啊，因为那时候 Coco 的家人和我说他们在聊天，然后他们用的都是四川话，我就哦哇哦，完全听不懂啊，完全听不懂。有些字就听得懂，因为它有点像汉语。的晚餐煎宵夜来了，我们吃麻辣烫，然后配这一个也是深圳很火的一个奶茶，它和茶颜悦色有点像，好爽。可是他们给错我汤了，这个是我的料，可是我要的是那个汤，可是没关系。虽然这个汤不是我要的，因为这个太油了，所以我点的其实是一个经典的麻辣烫，就是它是有点牛奶猪肚的那种感觉，很香的。结果他来给我一个这个四川的这种辣的，好喝吧，茶里意式。然后呢，我点的是这一个异域幽兰，就他们店最火的一个口味。早安，现在是早上的8点，然后我就起来了，我因为我要来做做运动，我真的吃太好了这几天，然后就来做做一个空腹有氧，然后再就是哑铃什么的。Hello, good morning. 今天开始呢会用手机给你们录 vlog， 因为我的相机储存卡满了。我们现在两个人来吃 brunch， 现在下午的2点了，还没吃东西。我们现在呢到了一个叫做龙岗的地方，就是我姑姑家附近。然后呢，我们在小红书看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创意园区的感觉，然后感觉还挺舒服的，所以我们就过来这里，就是喝喝下午茶什么的。但是它和小红书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小红书感觉更文艺一点，可是这边就真的就。还好。我们现在去吃晚餐，去吃火锅。我来了那么多天都还没吃到火锅，和姑姑一起去吃。菲菲，菲菲穿的是 LV 耶，好牛逼耶！哇塞！吃得完吗？南瓜饼。
day 几了，随便吧。我们今天呢，就是主打一个 chill 一点点的 city walk 之类的，因为我们也有点工作要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呢，下午2点到了卓越中心，我们来吃点东西，然后待会儿可能要去洗个头，我还不确定，突然感觉有点不想洗，然后我们就要处理一下工作啊什么的。我们晚上要去蹦迪，今天是星期五。小样的这种店铺，然后都好漂亮啊，卖了好多美瞳啊。Hello 各位，我们刚刚逛完街啊，把东西放完到酒店了后，我们现在出来吃晚餐，吃完晚餐我们就要去蹦迪了。居然我会在我的 vlog 里面带大家去蹦迪，也是非常的神奇。我们现在在找我们的餐厅在哪，我们要吃韩国餐，可是我们找不到哎，那个餐厅。我们来吃这家韩国餐厅，叫东洞。蹦迪蹦晕的人，吃的没事。今天吃的川菜，正宗川菜，开始。在开始爸爸家，开始还有他秘密。哎呀，这两杯东西真的太苦了。哦、苦吗？你看它苦不苦？好苦啊！好苦啊！是不是？尝一下吧。要尝吗？好苦 哦, 哦，真的苦死了，好苦、哦，我没喝过那么苦的东西啊！Hello， 大家早上好。我们昨天晚上又搞到好晚，所以今天又起了个非常非常晚的时间。那我们现在要去吃我们的早餐，应该是说是 brunch 啦。那我们来吃一个很好吃的一个吃面的一个面馆。然后呢，它在飞机场也是有分行的，叫做遇见小面。对，那我们现在就走路过去，因为就挺靠近的。
天是我们的最后第二天了。啊，这里有茶里浴室耶，待会我吃完饭来买。我们看今天天气好好的。幻想天地真的太舒服了，就是整个 Christmas 感觉就出来了。我们现在去吃晚餐，然后不知道要吃什么。幻想天地其实蛮多东西吃的 Meloco 一个韩国餐蛮火的，不过我也蛮想吃上次我来吃过的一个泰国餐，也不错。我们现在去看一看啊，我们来唱歌。你敢相信这是 K 歌房吗？那么漂亮 ，KTV 超美，它每一个就都有注明。我们的是星期七，然后就进来。哇！哇！到了，超大的这里。我很能说，我这一趟来深圳啊，一直给我遇到我最爱的号码18。我们第一天住的酒店就是18层，然后嘞，我们搬了酒店后又住的是8层，还有买了一个外卖还是什么的，也是18。然后那个 U Like 的公司也是8楼，火的。今天的阳光巨好看，我们刚刚一直都在拍照拍照，都忘了给你们 vlog 我这个大傻瓜。这里挺好看的，挺美的，是深圳新开的一家咖啡厅，我们可以来玩一下。我们现在的话呢，要去找我爸爸去拿一下我的快递。我寄了个潜水服，因为我回去过几天，过一个星期吧，我要去巴厘岛潜水啦。我现在去拿个潜水服，然后我们要去深圳湾公园看日落，非常漂亮的日落，好开心，今天好舒服。
想吃绿茶，想吃好久了，都没吃到，终于来了。Oh my god, man. Wow, so proud of you. 小助理今天竟然肯吃青菜，我天啊，深圳湾的日落都要从南方降落了。H&M 衣服都好好看哦，哎呦，傻救命！然后我选的就是一个 bling bling 的，哎呀， bling bling 的，这个我去活动什么的都可以穿，这一个好可爱。待会儿在飞机上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箱。